普林饭店开幕典礼，非常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国际观光旅馆的兴建，对内和提供市民休闲的场所，增加同胞就业的机会，对外和促进国际友人对我国的了解，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业。因此多年来本人就有一个愿望，要在一家一流的国际观光旅馆来服务社会。本饭店从民国1969年初破土兴工，经过4年多的努力，今天终日能呈现在各位的面前。这个饭店在形体上我不敢说已经盖得是繁是美，但是我们就是以是繁是美为目标来做，将来在软体的服务方面要求所有的员工要做到是繁是美，希望能早日达到是繁是美的目标。拜托各位依照过去对我们的爱护一样，给我们鼓掌更努力。再次谢谢各位的关心，谢谢。